主料微波蛋糕粉一袋，核桃三个，鸡蛋一个，先将鸡蛋放入微波专用盒里，搅拌，盒子不宜过大，将蛋糕粉放入盒子里，与鸡蛋一起搅拌成糊状，把核桃掰碎，把碎核桃放入蛋糕糊里，把蛋糕糊盖上盖子放入微波炉里，盖子留条封封，定时一分钟，完成。烹饪技巧，入微波炉烤的时候，如果微波专用盒没有盖子的话，建议盖口留一条缝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